OK， 那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故事是这个哈，那这个是模子链 .com， 那个问一下哈，你现在手上有些模子链 .com， 绝对的模子链 .com， 啊，模子链 .com 是 com， 对对对 ，OK， so there are many many people， 有用外国吗 ？Please， 啊 ，please log in， 啊，就是上面有 M O D I L， 哎，这等一下再传到这个上去哈，那或者大家可以看我那个 Facebook 的墙，那这个站呢？是你可以把它想说是摩西亚社群的通讯录，好，摩西亚社群通讯录。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去注册登录哈。那你注册登录之后，就会拥有一个这个东西的账号。那既然它是通讯录呢，你就可以在上面查到很多很多人的资料也好，或者说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资料放上去。那比如说啊，像我自己。OK， 好，那我自己的话呢，我登录完之后，其实我可以你可以填上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比如说像我自己就填了一些介绍我自己啊，好，那以及说我属于哪个群，哪些群组，就是我加入过哪些群组，然后跟我自己有什么能力，那跟我会讲什么样的语言，好，或许今天过后我也可以把这种东西，没办法，那后来还有像网站，你自己的网站，你外部账号，你的 email 啊，这些东西都可以加上去。那加这些东西好处是什么？打个比方好了，像今天你今天做一个 project， 你可能是有人想要说啊，我想要会招数的人来帮我，那最好他住在台湾，他最好他住在台北，那你可以混合这些条件上面查，然后查到一个跟你的兴趣或者说跟你需要的东西比较相近的人，然后就可以联络他。这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。让大家可以一直搜寻到，然后联系彼此这样子啊。那各位其实有一些贡献之后啊，那就可以找人帮你背书。那背书有什么好处呢？背书有什么好处？我这边就要来实地演练一下。那个异地恋在吗？啊，哎，哇，对，OK， 有人做我们的。那像异地恋其实就大家有一个账号，但是他都没有去叫他背书嘛。那所以我那天在登记那个我们来访的访客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说，哎，异地恋没有背书，那他怎么可以没有背书呢？拜托，他也是很多个 Adam 的作者哎，然后他也在莫斯接受社群这么久了，那觉得说应该要帮他背书，所以我才特别在今天要讲这个东西，其实是因为。来当场表演一下，说怎么帮他背书这样子。像我知道这个，我跟上龙有认识他，我认识他，我见过面，然后叫出名字，然后再问一下，我知道他当摩西亚做了什么事情。好，所以我就把他当摩西亚做什么事情写在上面。那接着我就可以按下说为他背书。那下面这边其实有写一些就是帮他背书的好处啊，那包括说他就可以看到我们大家的资料，其实应该说你自己都可以控制说你哪些资料被看到，哪些资料不要被看到，那哪些资料要公开的被看到，或者只有摩斯眼可以看到啊，这个他都可以设那个设定。那至少他就拥有一个被书获得摩斯眼这个权利，那他就可以看到被摩斯眼被输过的摩斯眼所能够看到的东西，好，有点难要说。那另外呢，他也可以看到那个 AM 摩斯亚上面，就是摩斯亚有时候录一些影片，然后那些影片会需要那所权限，那他就有机会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。那甚至呢，其实有一年的那个摩斯亚的全球的会啊，摩斯亚当年，他就是利用这个东西来分群组。那比如说像我也有在那个群组里面。这边有一个Summit 2013，哇，Summit 2013，他那时候说啊，大家要去哪就先报到，就先到这个群组上去加入那个群组，这样然后他帮你在之后就可以拉钱。那当那个最后大家参加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按这个Summit 2013这个群组，看到当时所有有去参加你的那一场活动的所有人，就可以跟他在联系。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可以彼此互相交流的平台。那我现在就先帮他背书一下。好，那我帮他背书了之后呢，这边就会出现背书人是我，然后跟他做了什么。那你也可以帮，就是如果你是已经被人家背书过的人，然后你也可以去帮别人背书。那你帮别人的时候记得哦，就是对方要对摩斯亚有贡献，我们才帮他背书，因为这个背书是会有价值的。他可能三步时收到什么礼物，像比如说我们有收过 T 恤嘛，那他有可能会被邀请去干嘛干嘛，所以这是有价值。那我也希望大家尊重这个价值啊，所以就是我欢迎各位。
位也希望各位从今天等一下你就上去申请看看哈。那久了以后没有贡献，那我们看到我们就帮你退出这样子啊。那这个是一个它的机制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说它可以设立隐私权，设立什么成型的样子。那 OFS 在这里是非常刚好啊，因为我们的那个 Coast Guard 也有类似的系统。那它其实里面每一个个人的项目啊，都有不同的权限设定，它可以设定说什么，好像我其实开设计师开很大，可以开模模特样子啊，或任何人。那或者是说下面有也有一些是，哎，没有只有我自己权限啊，有像这个授权者、可见授权者这些，好。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啊，然后我旁边我的账号状态就是我有被人家背书，那我也可以帮别人背书。所以无论如何，这个东西我是蛮建议大家都可以去上去注册看看哈。那我再念一次网址啊，网址是 modlians.org， 好 modlians.org， 好，上面有蛮完整的中文界面。假设你有看到什么字没有翻的话，就去回大光。好，Telegram 上面已经有贴了。好，Telegram上面已经有贴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大概就到这边。那谢谢各位。那好，对不起啊，不要掌声，那你先掌声好了。